你讲人际关系都会告诉你这是人跟人的关系，我不认为这样，我认为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，你自己跟自己处不好，没有人跟你处得好，你自己跟自己处得好，大部分人都会跟你处得好。所以人要注意了解自己跟自己处得好，而不是一天到晚看到别人要跟别人处得好，不是。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大概很少人会喜欢你。可是我发现大部分人是不喜欢自己的，一照怎么鼻子那么扁呢？怎么眼睛那么小呢？再说清楚一点，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别人不太容易喜欢你。你要改变你自己，记住这句话，要改变别人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改变你自己。而改变你自己不是说去开刀去整容去变形，不是，而是打从心里头接受你自己，这一定要做的。当你哪一天你接受你自己，你跟自己处得很好，你会发现所有人慢慢的都跟你处得很好，因为他都开始接受你了。